昨天谢谢你们冒着雨排队陪我摊到凌晨两点钟，但是昨天我的准备不够充分，我没有给你们准备一次性雨衣，但是我今天准备了，不过最好还是要带雨伞出门，因为雨衣还是会淋到雨的。有人直播的时候拍到了我的收款二维码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想帮助我，但是其实不用的。一方面是异地收款会导致收款码异常，很麻烦的。第二就是有人会利用你们的善意把二维码改成自己的，然后去骗你们的钱。其实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给我打赏的，我存不了钱，尤其是像这种1000的我直接就给退回了，太多了，不当面磕两个头，我是这钱拿着不心安理得。第二就是我摊饼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空算是多少钱，所以你们看着给就行，但是尽量不要给0.01，因为我会发现。最后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想把结束时间定在12点，主要是太晚了，打车费和外卖配送费会贵一点。